三四年中一直在燃烧，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停止。我们现在已经动员了将近200位小弟兄潜力在美国，因为里面大概有300吨的塑胶饮料，那所以会造成空气的一些影响。那目前看起来在短时间要扑灭还要很努力，所以在消防处林口泰山啊以及这个五股甚至包括龟山这个地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提醒市民朋友，这个人窗一定要闭上，也记得要戴上口罩啊。蓝鸟四焦厂因为里面是一个丙烯，也是四焦率啊，所以从今天的一早大概三四点钟一直在燃烧，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停止，因为里面大概有300吨的塑胶饮料，那所以会造成空气的一些影响。那目前看起来在短时间要扑灭还要很努力，所以在消防处林口泰山啊以及这个五股甚至包括龟山这个地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提醒市民朋友，这个人窗一定要闭上，也记得要戴上口罩啊，让自己的整个呼吸系统能够受到保护。那因为短时间没办法，我们现在已经动员了将近200位小弟兄潜力在内部，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快速的把火灭掉。